细个一开始，我就有一对翼。坚持下去，知道。爸爸，点解同学佢哋个个都有妈妈，但我冇嘅？你妈妈是一个天使，生了一个天使仔之后就飞了回去天堂了。爸爸爸爸，我要飞去天堂找妈妈。有翼都不懂飞啊。爸爸，我可能不懂飞的，我对翼好像越来越重感。怪物的父母咪又是怪物，你只是一只不识飞又有羽毛的怪物咋。就要飞。
住啊！我真系好想飞啊，但系我飞唔到啊！唔紧要，飞唔飞到都冇咩所谓啦。其实只要努力过，尽咗力，成唔成功都唔再重要。我只希望你可以开开心心咁生活。